我是养蜜蜂的尹宪亮，平时呢喜欢锻炼身体，从小就开始练吧，也没有正规的学过什么武术，只是自己的爱好。过去我拍视频是为了能够吸引大家的关注，这样可以帮我卖点蜂蜜。结果呢，拍视频并没有吸引大家太多的关注，反而让派出所给关注上了。他们把我叫去，还给我备了个案，给我说让我不要做坏事。现在我已经三十了，还没对象，我也会好好努力，争取在2020年脱贫脱单。